虔诚恭敬，顶礼跪拜。东大园区朝山活动已经持续将近4年，每个月固定举办。每次大概都有200-300，甚至到有一次呢，我们3周年也到了500多位。发善心，立好愿，祈求天下平安无灾。安思思家。朝山步道旁，新建中的东大静思堂占地宽阔。有一点惶恐啊，不过大家拢吼战战兢兢啊，大家拢真认真，真有下决心讲要安怎好好啊来经营。发心勤耕福田，广招人间菩萨。真正的都是刚果，真勇敢啊！这些千秋万世，那大家啦爱珍惜一下。第一代爱国卡努力的，那就是典范。上人齐勉，人人和和互协，创造典范，文史流传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李月维，台中报道。